我们现在所在的场地就是一个拥有丰富水上娱乐项目的大型室内水世界。好的，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比拼了。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泳池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泳池，它是一个造浪池。哇，造浪！对，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造浪池的威力。好的呢，好，感受一下。来，开浪，来吧。哦，哎呀呀呀！哦哦，这是快乐大本营史来最刺激的一次水上比拼。感受到了怎么玩。我们的正式水上比拼共分为两轮，导演组会首先分配好你们的上场顺序。导演喊开始后，参赛者分别从两个跑道同时出发，跑向中间的圆台，并尽可能将非本组的队员推下圆台。注意哦，只能在圆台上推人，然后听导演口令，后面的参赛者依次接力出发，最终成功占领圆台的人，对应的小组获胜。海涛、雨琦，你们很幸运，作为上一轮游戏的冠军，有权利更换你们的上场顺序。这也太好玩了，但问题是我们这个游戏里面的体量太不一样了。对，我觉得就最后就海涛和锦鱼 PK。 当着我面说呀。你们待会儿调位置，把黄锦鱼挪出比赛，让他对心姐。好，海涛、雨琦，请到对战板上去调换自己的顺序，只能调换自己的顺序哦。我只能调自己啊。现在看海涛的是有利的，海涛不要动，把黄锦鱼和那个雨琦换个位置就好了。啊，他对你？没事，没事。那个星星和庆庆，你们在我上去之前一定要把黄锦鱼先弄下去。我俩一伙儿的，这怎么？我俩一伙儿的，这怎么？连我都怎么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俩是一伙的。你们九个一伙儿得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你最后上去。我最后上就一锅端。啊，对呀、啊，那咋办？就这样啊。就这样。好，我们请上浮台。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好，第一棒出发。出发。哎呦我天哪。嘿啊！
加油！总之还算没上来。这是不是张哲把我抱这么紧？你他妈鲫鱼弄我！全部人都在弄鲫鱼呢。对。行，先说好了，一起，三，走。上去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整个局势。扑过去，一扑过去，他就这样一脚就把我扔下去。我
直接在空中转了一圈，而且他还撂了一句话说：“我还能在你这儿翻船吗？”我不能在你这儿翻船。嘉哥吗？我什么翻船是什么意思吗？我在跟黄景瑜比赛的时候，他一点都不专心，是不是啊、他一直在点评。哟，你还挺难缠。哎，你这都能挂住，一直在点评我，你知道吗？烦人。哎呀。黄景瑜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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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了他，搬了他，搬了他。申请更改游戏规则，我们所有人对他，所有对他一个人。哎，刚才就是这么玩的，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全在上面，他一锅端。哎，我们要不要问问他本人的意见？这样，我们听听他本人怎么说。好的，那么根据各位的强烈建议，第二轮我们换成圆台守卫战，黄景瑜、李沁就作为圆台守卫者，抵御其他组的进攻。如果他们被推下圆台，那么其他人可以继续守卫，同时掉下圆台的人也可以上来再战，在规定的三分钟内，最终守卫住圆台的人，对应的小组获胜。没问题，我们排兵布阵。我们人多呀、啊，有没有水给我喝一口？不能喝水，你不能喝水，我体力不行，不能喝水。你喝水，这里这么多水，你喝这里的水。不行，我拉肚子。他的水是能量水。哦，这里面全是能量。能量水。来，你喝，你的水，这就是你的水。你看他喝了水，你看你人脸色都变了，又爆开了，他回血了，朋友们，吓人，快走啊！一群戏精，真的太逗了。好，请注意，五秒后出发。哦，他们八个人哦。四、三，怎么这个倒计时有点紧张？啊，看他们的表情，我跟你说。一，冲啊！你看，你看，你看，冲啊！冲啊！冲啊，有一种植物大战僵尸的感觉。推走！你派李沁来对我，你是不是侮辱我？太重了！哎，他们来了！走！快！哎呦呦呦呦！哎，来了！我天呀！快看那边发生了什么！完了！完蛋了！完蛋了！被压平了！被压平了！一起推！
哇！星星自己下来，星星自己下来，星星自己下来。好，恭喜维嘉、江哲瀚本轮获胜。哎，太累了。我们产生了两个冠军，我们现在石头剪刀布，输的先换。哦，随便啊，随便啊，石头剪刀布，输的先换。你这换谁的？随便换一个吧。先换海涛，海涛的。嗯，好，我们现在交换。我看看，我看看。藏起来吧。我们就换何老师这组吗？换谁的吗？换我的。最终的卡牌牌面是，只要有惩罚的人就要接受今天的加班任务。我们先来看安全的组，维嘉、张哲瀚，全是自牌。黄景瑜、李沁，全是自拍。漂亮。剩下的三组，很不好意思，你们都有惩罚牌。等会儿黄景瑜，你咋想？你咋想的？我跟你说啊，这期节目就剩五分钟就结束了。就是我们本来要赢了。不是我这我一共出来玩这么几天，每一次都要受罚吗？本来是冠军组是吧？每一次都是他们是吗？